想要干掉哪个队伍，你必须将那个队伍里边最强的人分裂出去当队长，一定要把对方的人干掉，就是让他出去上其他队当队长去。这么有策略？妹妹，我当过八年的训职手，20多年没摸过象棋了。但是你一些套路吧，基本走法还都一点没忘。大力士他这个专项，专项，我觉得喂。高轻松轻松。周勉威，我是解脱大于失落，我觉得是我想要的。那么新的队长又是谁了？被我念到的名字请站到台上。李桂生，你是不想当吗？我就想问问你的意见。我不是我不想，你可以当吗？我不是我不想当，要不你来当，真的。我真的觉得你是适合的。就是为了一个整个团体嘛，就是也就这个半个月嘛，一起走。不是半个月，就是两天的事情，大不了是不是？是啊。就是李桂生这块，就是他之前是消防队员，他也当过兵。李桂生关键时刻各方面他都是能冲在前面的人，对。一名是李桂生啊，是我们的消防员。李桂生，我是觉得，因为他们都会经过系统训练，他是我那种特别特别崇拜的人。我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执行力比较强的人。其实我就想选一个原来俺们的队长。为什么？是你怎么样？个人能力我感觉比较强。你想要干掉哪个队伍，你必须将那个队伍里边最强的人分裂出去当队长。一定要把对方的人干掉，就是让他出去上其他队当队长去。这么有策略？妹妹，我当过八年的训职手。你当队长有没有压力？这一句话。行了，那你还是当队长。这个环节我有点受不了。什么环节？就是选人淘汰这个环节，我受不了。那淘汰谁？我懂你。对，就是下次是整队了，你得选谁呀、啊？我感觉我有点不适合当队长，我的性格比较腼腆，有时候一说啊集合了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我也没有经验，所以我感觉我不适合当了队长。我也没当过队长，也没有什么组织能力，也没当过组长，没有管事能力，都没有经历过。来这直接当了队长，早知道我就不拿第三名了，我拿个第八名、第十名多好。李景亮，不是我，请站到台上。导演，我们的队长在呀。为什么要吃你怎样？你想要干掉哪个队伍，你必须将那个队伍里边最强的人分裂出去当队长去。一定要把对方的人干掉，就是让他出去上其他队当队长去。我感觉很多人鸟是李金鸟，所以我想要他们一号队分开。李景亮哥，亮哥李景亮。第二个是李景亮。我认为亮哥也是有能力、有担当的一个人。辛苦你们了，唯一会的人。这两天把他培养出来，把你培养出来，然后我去搬东西。20多年没摸过象棋了，但是你一些套路吧，基本走法还都一点没忘。我是什么色的？我是红的哈。红色。大哥，你别告诉我色盲啊！哎呦，笑死了！不，这事儿，这几年不玩，这根本都感觉都太陌生了，蒙圈了都。太可爱了！我就喜欢他这有气势的这一下，大哥很果敢。该吃就吃，可以换就换。过不了了，输了。输了。哇，过来学习一下啊！我也会一点点，其实待会跟大哥对决一下。就这老长时间不玩了，这脑袋真不行。让你来，来。哦，30多年不玩了，30多年没摸过。不会吧？真的。走啊！我去。
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炮打我这个象，十指前转一个，能换一个啊？对，这么的你把马就跑了，没招啊，大哥。闪一步，这个攻势太猛了，这个这架不住我的攻势。在象棋的话，我可能比很多选手要有一些优势，但是我觉得，我认为就是里面肯定有象棋高手。哎，行，走了，废了，完事了。我也是听闻大哥很牛，我看你大哥在这吓我，说赶紧过来学习一下，切磋一下。行了，这回俺们自主了，俺们自主了，不选一组就完事了呗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咱们后面再见。你站住！就这个哥们儿啊，杀的我片甲不留啊！哎呀，别，不能选他啊，不能选他。我们这一队现在是啥那个什么技能都没有。一组多强啊！一组挺强的呀，我感觉。我们一组没有女生啊，所以我们又不能去跳舞。活该。又不能体这体能。活该。活该。就是活该。不是，感谢你能来这呀，要不的话我们就选你就蒙圈了。选队得谨慎啊。啊。我是看了一下。二队和三队的象棋应该是比较弱点的，我觉得。你还会下吗？我没下。今天早上刚看了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可以。然后三队的话，有老外啊。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车，哪一个是兵。这个是兵吗？兵，所以应该是兵。那老外下啥上象棋啊？哎呦，行了，那我再去转转去，你们歇着。拜拜，拜拜。好嘞。所以刚刚那个他把你赢了是吧？赢了，都赢了是吗？对啊，大哥你们哪队啊？四队是吧？对啊，好，记住了啊，象棋我不选你们。你没有权利选，你是被选的啊。哦，是那是。他一来我就知道他来的目的，我这些年的春书记啊不是白当的。他走以后啊，我就把咱们队长找来了，我就把他走棋的每一步路数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是东北的吗？是，大哥你好。我也东北的啊，我顺的是吧？啊，铁岭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大哥快握手。大哥，哎呦大哥，最大的同志。哎呦大哥真有劲儿，大哥快别握手了，我还没站，我还没接呢。你没接呢，这儿呢。这名就怕差一个，就差他嘛。那就差他了。对，可以，谢谢，加油。走，好了，都收齐了。哎，你看他的那个声音像不像那个李雪琴，脱口秀那个李雪琴？我没看过。其实我是想扯下他的面具。就我很好奇，他那个眼睛下面看出来是什么样的那个？谁啊？李雪琴。李雪琴。是他。就你跟他唠嗑的那个。我就感觉说话这么像呢，真是他。还真不认识。李雪琴谁啊？脱口秀的，老出名了。脱口秀那个。主要我们在单位里没有手机，我操。哎呀，那你说这些就是前台那些人戴眼镜的人都是有来历的呀？那不一定。可能是今天的彩蛋嘛，每天不都有彩蛋的嘛。这个大哥一定要去接别人面具了，他一定要去问你是不是，你是不是？大哥怎么了？大哥，东北老乡叫什么名？李雪琴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幸会，大哥，幸会。我一来听你说话，哎，这怎么这么像呢？没感应呢。哎呀，进去以后我说你们那个戴眼镜的女人，那个东北老乡是李雪琴吗？他说是。我说赶快过来看看。咋样啊？搁这待的好不？是得好，咱们东北人口重，太淡了。对啊，太清淡了。那指定是累不？搁这不累啊？这不比国家房租清亏多了啊？那家咋整啊？租咋整啊？雇人房租，雇人烤猪。哎呀！啊，你要是什么时候回铁岭的话，啊，一定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我高低带着猪让你去尝尝。你看，这是我烤的猪，老香了。哎呀，你烤沈阳好吃多。行啊。好了，一会儿见啊！加油啊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扔，往上面扔吗？这个又是什么项目？
看谁扔的高，来，谁扔的高？对，快上快上，天上掉炸弹了啊！看高度啊、哦！喂，这是啥呀？也不是很高吧？不是不是很高，不是，我是重。这个怎么亮啊？男孩没有围上去了。哇 ，Travis， 扔那个板，篮球板，再抽是吗 ？Over 的。但是脖子可能会，没有没有没事，15公斤，试一下，是，不要站在前面，不要站在前面，没有往那儿扔，往那儿扔过那个板、啊，对，是这么扔吗？背对他，扔过那个板，背对，哎呦，我再来一回，男人的好胜心起来了，在大力士面前，哎，有戏，还可以，看得进框，绝对有戏，别把仓砸坏了，咱们要比谁扔得远，这是上去圆，对啊。那不行啊，没事，他扔的话就直接超过去了，他碰不到那个板。大力士他这个专项，我觉得喂，这么高，轻松，他能把那挂在房顶上，容易吧？容易，把一个扔远，好，不难的，有爆发力，可以试一下。这跟我们玩那个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，还要沉，还要沉多了，可以做圆多了。好，试一下。我们先扔，然后你来破我们的好了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他扔了，我们就没法扔了，不想扔了。今天咱谁扔远了？我扔远。哦，老魏扔的。我扔远。老魏扔。过了。扔这根线，这个太勤了吧？没有。我怕他打到那个。不是重的我们就拿不动了，不会啊，重的我们就拿不动的，不会达到的，不会达到的。你去站一下那个位置啊。挺好。今天我们我扔最远的时候到这儿了。没事，就按刚好那个，反正我们肯定扔不过的。嗯，我肯定扔不过。Travis， 那，你扔往后扔，就这个线，让这个用，让这个吧。这个太行了，扔过去，他不会扔那个。啊，但是他那球可能会飞到这儿来。他能扔个，我没必要扔。哇，这15公斤啊！我们刚刚是6.3公斤到这儿，他15公斤到这儿。15公斤能扔这么远？试一下。试一下。你看吧，男生就让他出去。不能让他老在家里待着。我觉得浩然好可爱。对，我觉得他好可爱，能一直觉得他好可爱。我也想试试，这样拿会不会好一点？这样拿可能好一些。不行，大力士怎么拿肯定是最好的。是吗？对啊。可是我，你这拉不了的。你看啊，差多了。我差得远呢。让我试一试。试一试。我靠，15公斤啊！就是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，这句话。15，他扔到这儿了。哦，不错。咱还比他差2米左右。差远，他刚没出全力。阿生来一次。你看我像吗？我多少米啊？表演个2分线啊。表演个罚球线。Show me some muscle。1、2。太强了。罚球线。哎，不这么不，速度再来一次吗？速度抓是不是要好甩一点啊？你再来一次，啊，你再来一次，我到你的一半，我到那个粉色那个圈儿，再学一次，我还没来呢，还没来，哦，可以，快，要不要25？让我来一次。全力，他来，他上。等我先来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姿势好。哦，去哪了？这个姿势好，这不错。这个姿势好，我靠。这惯性真用得好。这可犯规了吧？刚才是不是？往后串算犯规吗？没有，往后串不算犯规吗？不算。不算犯规，你只要出的那一下别出现就好了。不算犯规，那我也出来，往后串一个。我那是没抓住，被带过去了。也轻远。让你往后撤，没让你把自己抛出去。老腰短了一会儿，那还不敌刚才呢。
夜听远，这到这边线了，可以可以，远一点吗？你到这边线了，可以过了，我来一次。他们都轮流的想破你的 record。哦，一样一样，也在这儿，跟我一样，咱俩行，齐头并进的，全力，全力秀才，压力拆家了，单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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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凶了，单手，我单手，哎 ，Come on, Charles, it's really far， 站得很远 ，Come on。好高啊，差不多，好高啊，热身热身热身而已，我们拿球都扔不了这么远，这个没法弄了，这差太多了，不搞了不搞了不搞了，干嘛还跟人家大 S 比专项，他什么都得比一下子，男人的好胜心太重了，我们沾力量都得比一下子，因为我们在连的话是高度不是圆度，哦，你比的是高度是吧，对，你还不是踢的抛到远，这个我是第一次做那么远，他第一次抛远的，对，平时抛高的，对，这话说的，我们都平时都没抛过，我们都没抛过，头一次觉得大家一块玩这还挺好玩，玩玩别人的专项就好玩，这好玩，玩自己都玩厌了，真的没意思，自己都没真没意思，玩厌了。巨人的棋局倒计时开始，五、四，准备了，加油了，同学们，三。二一开战，快跑快跑，一二走走，这儿这儿到了，好到了，放好，还是先动这个子，不会要复刻一下吧，爬爬爬爬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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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居走这儿了。他要憋炮，下个士，下个象或者是走卒。他应该把红方的炮给挡住，不然红方炮又下去了，跟上把就是一样的了。加油！蓝队行驶。走读，咱们走读。快快快！这个，对，快！走，他们动了什么？兵，他们动兵，兵往前拱，兵走了一步。啥都不对，不要管时间，你下棋。你仔细下棋，看棋。我就感觉懵了。对方拱了一个兵，这完全不是按照中国象棋的棋局跟套路来的，不知道是对方是有其他目的还是。这跟现实生活中下不太一样了，大概率还是他们先炮，他要炮咱就先试，然后直接就是兵。那如果他其他不管，如果有其他方案，别人万一不走他这两个呢？那就走兵，先走兵，走兵对。爬爬爬爬爬，红队不能是往上走，好走，马上，我们还是决定不受他的影响，坚持进攻，马先过了河，我们红方就有优势了，马在这儿，马在这儿，大哥推过去推过去，啊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真快！哎呀，这家伙啪啪的，走！推到推到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看他下哪个？走马，他们走马，他们走马，他们走马，咱们吃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把那个象给替代。对他就是吃吗？吃象。是 ，easy， 男神加油！蓝队行驶，是的，是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
走，好，快！蓝方卒吃掉红方象，未产生阵亡，请继续。那个谁阵容什么阵亡？为啥没有人阵亡？因为该队员还绑定了其他棋子。哦 ，OK OK， 这个在你预料？不预料，而且人像是俩人，还没下去，白痴。七个人还有这样，就是说他们两条命可能更多一些，能保一下。咱们想下一步。象回来，象回来啊、嗯！然后不，他狙刺我们，他狙刺我们象，然后他就下来了，就得走这。我们现在吃棋，然后让他那个，然后拼速度，嗯，让他们扫人。爬爬爬！咱俩先跳台，走，推，整体往外推 ，OK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马来了，咱们象下了吧？不行，他挡着。哥，他吃不了，这怎么吃？象不别腿吧？将他，咱将他，将他，将，你想将一步就将。我的第一感觉，就下象棋走兵就能赢。怎么跟上一把的套路是一样的你？行，那我就嘎了，是吧？已经嘎了。其实这一个兵真重要。行，好，先等。等他们排完的。上。蓝方，走。好，到蓝点。走，蓝边。左边。OK。蓝方将军，自视，下一步自视，这个是往我前面。好，潘。走。上市，上市，他们肯定上市。他马想干嘛？马这样能干象吗？炮挡一下马，哎，这边能打马大腿吗？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个车就给干了。要不行，咱们兵再走一步呢。往这儿，兵吗？对，往这儿，对，下兵了，下兵，走，往前，狙不要了就，马刺狙，大哥你的马。先移开这个，大哥。是。对，我们推。我们推。再来。好，走。红方马吃掉蓝方车。马吃了。吃了什么？马是谁？他。孙普南阵亡。孙普南请立即出场。他们爬墙能走吗？孙普南。哦，他们没有办法的了。赖我了，不是，我也没看见，下一步，就是太鲁莽，就挺关键的一个下棋，完了我还没整好，马得动了，马不动咱们不行了。OK， 马怎么着？马也动一下。蓝方，想一想，没关系，咱们不能拼这个了，拼这个再少一人就不行了。马回来还是马上去？向回来吧，向这个，向回来吧。走 ，OK， 走，好，让车。有人吗？没人吗？没人，来，推，去，一二，啊 ，OK， 向搬到前面。我将军，等一下嘛，还没到你走。我将军，你往哪讲？我往浙江。吃炮将？不用吃炮，走这，他就死掉了。
看我马走炮这他也死，都死，不要指来指去，我怕你点到屏幕，他你别点，别急别急，不要去指屏幕，一步一步，小炮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一步必死。哎，先哎哎，走马马这个马对，推。大哥加油！加油，弯刀就赢了。大哥加油！头上！哎呦我，双僵了，僵了僵了，他僵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输了，拉倒吧。死了。没关系。蓝方必将死，红方战胜。第二轮演练结束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厉害，拍拍手，厉害，太棒了！恭喜我们。唯一一支七人的队伍战胜了对方，过来过来。